这两个相连的世界，就像一对双胞胎，我们必须牺牲一个，另一个才能存活。 难道就是暗藏在北极边缘的空中大陆吗？这道光束是岩石里看到的光束，我去看看。附近看起来像是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。
墙上的壁画。
上方的吊车看起来和水中的石板有所关联，我想我应该到上面去看看。
那座雕像应该就是卡特刚刚在找的宝物。我得把这座雕像带给博士，这里蕴藏什么秘密？前面的门打开，等一下，我可以从那里出去。
身体看起来不像是那些怪物干的，地面的血迹还没有凝固，发生的时间还不算太长。他们是谁？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吊在这里？不知道为何那不。